到盐水，台南盐水的点心城冬瓜茶是有果酪的哦。你们看到现场有很多很多的哦，观光客骑着脚踏车冲来这里，这只是为了冬瓜茶，可以体验怎么熬煮这个冬瓜茶。这个有点重哦，你要看它好像很轻松的样子，这很重，给大家看一下。